向着爱卿永恒的指环。这枚指环会套住现在所有的幸福和未来所有的美好，见证两个人，陪伴两个人。好，有请摄影师。是的，从今天开始，闪耀在你们的左手无名指上的不光光是幸福，更是一份责任，一份永恒。无论炎夏寒冬。